加州日子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南加州的 Walker Canyon， 这是什么地方呢？平常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峡谷，但因为今年的那个加州雨水非常丰沛，所以这整个山谷现在长满了加州罂粟花 California Poppy。 不过呢，我刚刚有实际调查一下，其实这种花它并不是真的叫罂粟花，它就叫花灵草。不管怎么样，长得非常漂亮，今天真是人山人海，一大堆人来赏花，非常漂亮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好美啊！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 hit like， 然后请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谢谢，拜拜。